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向大家报告，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这是理想，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做了3年的实验，效果卓著，在实验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人是教得好的，而且很容易教。只要老师自己做到，自己做不到，一句教不好。所以《弟子规》感应篇13页道，老师自己要做到，然后你去教，就能产生效果。自己没有学好，你就没办法教人。 所以，经论对治之法，就像治病一样。我们怎样帮助社会恢复正常？怎样帮助人心恢复本善？怎样帮助众生恢复成佛？ 这全是教育，而言助开者，该有邪道之心，障蔽正心，而使之解脱之门不开。这个一句，但留在下一个小时来讲了。现在。